秋天啊，好美丽的秋天哦！要不要讲一下你的秋天？啊？那我可以讲吗？我看到这个秋天，我觉得这座山一定很美，因为呢，感觉就像什么风，还有火，还有什么雨，还有丰收的滋味，因为我感觉麦当劳所有好的味道都在上面，有酸酸的、甜甜的，还有辣辣的味道呢，还有芥末酱的味道。我觉得这是一张好丰富的秋天哦，嗯，真的很美。你觉得我这样有讲到吗？还是你要补充？你觉得我这样讲很好是吗？我也觉得，真的，它的秋天让我觉得很丰富。它把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的颜色全部几乎都用上，靛色的。哇，真是个美丽的秋天。人家说一年，黑色跟白色的。哎，你们知道一年什么时间最美吗？干死干。来说两个季节，春天、秋天跟春天。嗯，所以你看这个秋天真的好美哦。好，李珊，你要不要跟我们讲？